个适合我们的干活、恋爱、结婚、悠然过生活的日子。当然，我们的台南市长也有一个口号，叫做“做得更好，过得更好”。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六都的市长的评比，我们台南市市长好感度是第一名。那其实也要感谢各局处哈，我们首长，我们共同的努力。那我们在知道市长在我们台南市哈是荣冠第一啦，然后也把我们的农产品哈，包括古迹、文化、历史、台南的脉络，都行销到各世界去。所谓的台南市百，南社会来讲，世界高贵。这一点其实我们要鼓励我们台南市长。那还有我们其实有很多台南的首创，包括我们的智慧等车，那其实就是为了体恤我们的身障者，还有我们的长者，不用站起来就可以去按铃，车子来了我们就不用避免安全性，还有便利性，就不用走到路边去等车。那其实还有我们的饮料，还有我们的绿人市集，就是我们的绿人逐渐乡，它可以去供应我们的一些市集摊贩，然后让这些市集摊贩把我们的青农的产品然后推广出去。那还有我们的监理站跟我们台南市政府配合的考驾照，由政府来补助我们的一些考照的一些补助经费，让我们想要骑车上路的民众能够多一份福利。其实一里一活动中心也是市长对市民的承诺。那当然，我在议会有很多同事，上面的影片其实基本上过半数的议员都有在争取我们的活动中心。那当然，这也是市长对我们市民的一个承诺。那我们知道，活动中心，谢谢市长在我们新化首创一里两个活动中心。有啦，市长你不用那么怀疑的，这是你的德政啊。你感谢市长对我们新化的厚爱。可是呢，我们知道活动中心管理办法设置，它其实在第五条里面有写到，一里不得有两个活动中心。那活动中心以三到五个里共同为使用，那如果有活动中心，还是说附近的里社区有活动中心，就是不再新建。可是特殊情况必须主管机关同意不再实现。何谓特殊？我不知道何谓特殊。距离不到550公尺就有两个活动中心，这是我们在民生路的联合活动中心，它是市里联合活动中心。早期区里还没合并的时候，其实它应该是说是八里的活动中心。是为什么市长？我们就我在市长那边，等一下你先请坐，还没，谢谢。我们就我共播，就我在市长那边，其实就有第二个活动中心即将。已经现在进入基本设计了，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那是不是有符合我们的活动中心管理设置办法？其实这个很纳闷啊。再来，我们的租借管理办法，你当初会设计我们旧火山市场活动中心，是因为租借不到呢，还是有特别的原因？我又为了这个原因上去我们的不管是民政局的网站也好，还是我们台南市农民高会所创的一站式的那个网页服务，都可以进入这个官网里面，它其实就可以看得到活动中心租借办法，哪一天哪个时段是可以租借的。可是它旁边很奇怪哦，你看线上填写借用申请资料不等于借用成功，请民众填写资料完毕后向场地管理员，场地管理员又是谁？里长还是区公所还是发展协会理事长，然后再向区公所里干事联络缴费，到底是能谁决定活动中心的租借？这个部分，民政局长可不可以回应一下？你这部分哦，因为就是讲网络的登记，啊，即摆登记了了，就是讲了现在像目前这种状况，就是讲伊个地内底会当管理好势，区公所。都没去管了，但是如果你的工作也处理管理不好的话，原则上还会要归到那个区公所去处理。所以这个部分，网络的部分哦，因为每年都将会最开始我们包括说，线上收费这个 A 的地方，你的建议这部分，我们增加开30万的这样，因为以往的东西，国外的话很多都这问题，所以我想讲一下，你这个
市民朋友要需要活动，都是很方便，哎，可是，等于十月二十二号，咱食饭馆那个会议员讲着，啊，那你就把活动中心收起来咯。你的活动中心，我讲你首先他做的是讲咱报告部分，就是讲你要把历史上这些，都会去到施工所去管理，得利用，然后利用管理。那施工所如果不处理怎么办？施工不会啊，施工所不会。我就遇到了很多是从之前选举落下的恩怨，里长跟里长不合，里长跟理事长不合，导致于活动中心它里面的使用的东西，不管是血压器也好，冰箱也好，还是说一些活动空间也好，还是说门锁也好，还是监视器也好，一大堆的问题，连桥也没啊。然后区公所就说，那就是要里长跟就是比如说理事长是谁去做讨论、去做协商、去做沟通啊。我说人家是沟通不好了，那该怎么办？这份迄个民政局单来解释嘛，因为我昨有闹含迄个股票联络过吼，啊，你是像这种状况，因为卖讲地方选举的议员怎执行到迄个办公厅的照用的困扰，因为公共设施的公共使用嘛，这不是个人财产啊，所以这份那个民政局会强烈。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应该不是从我这一届就开始的，那我又要回到说租借的部分。我有一个李明，伊十一月初，伊要计新，计查囝，然后伊去甲阮新化公共所分借土地，那他其实在九月份他就有借了，就是借得到，就代表他的使用率，除了重大节庆、婚丧喜庆，还是说一般的例来对特定的办活动，其实伊的空间使用率、民众去使用的，其实是效率足低的，那到底是为这个问题？这部分伊咧，伊。第一年的活动中心来办，出席如果我参加过个人个活动啦吼，唔是讲逐日拢有啦，啊，你主要就是讲感谢好一个家，就是讲共好一个心态共同去使用。啊，我即上就是讲，在了拜六礼拜使用会较悬，啊，拜一到拜五就是要办迄个演习啊，还是啥物活动，安尼会无啦。但是活动中心我嘛讲，希望讲，甲要去的就啊充分使用，莫讲。更加多无使用，咱嘛无使啊。对嘛？啊，所以讲，每个月的问题，啥到阮遐要两个活动中心。你记咧，你活动中心，你的使用率都无遐济啊，你还盖一个活动中心？那其实基本上，我想要问在座每一位局长，你若平常时啊，除了走摊之外，你盖去活动中心，有人会吗？没嘛，连我家己都没啊。所以基本上，活动中心，你如果不让它多元化使用，而且又有一种叫做 under the table， 叫做立定管理，就是上面人管理的话，民众唔敢入去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民政局要好好去审视啊，而不是区公所就丢了一句说你要请他们自己去沟通，他们自己就沟通不好了，我们要怎么去沟通？这块我向公共所那个搁在科伦啊，哎，这个部分。啊，科伦，你咩安排快点科伦？我嘛甲公交公司讲，强烈解释嘛，啊！你啊，历史上即落你看多少？啊，你上上上是惊这些里长啊？你敢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讲嘛，啊！你上爱买去得是迄落社区里市长啊？啊！历史上这种问题，唔是讲伊上得是上。那你里长会当去开里长会无啊？社区我顶常会里市长会当去开啊？那是可以，那有什么这人意见，那可以直接问他，反映到那市政府来。啊！社区里长会议就讲，一定讲甲社区嘛有意见，啊有意见嘛当反映到市府来，这无哪关系。加强来处理啦。是啦，这个部分下面这个应加强来处理。然后使用租借的管理办法，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统一全部去执行啦。你该当不是谁的，就是公家的，卖给人认为讲那是啥物人的，哦，因为这对于用电工来讲，这是上好去的啊。哦，这个部分这个都应该是进行到处理。所以我家己原本就讲，迄就是讲上里条选举，啊，一条条条里条连环连环，即个社区里事，啊，两个当然是袂合。对啊，啊，林条内底的冰箱，啊，拄啊人出去佚佗，插头共拔条缝，倒来内底冰箱物件拢歹去，安尼才要安怎？我若这样讲，是咱可以上岸用迄水。啊，就水无人啊，暂时去嘛，缝拔条啊。啊，你还看这种纷争，他们其实吵了很多次了啦。可是我也不希望这种这样吵杂下去，会造成地方的不和谐啦。这个再麻烦民政局跟各区公所讲一下啦。然后我还是要讲，我很坚持从上个会期，我总咨询讲到现在，
我在市场原本在去年我们六月份就绝标了，可是我昨天又得到一个消息，就是在今年的一月初，我们老五标才绝标啦。那其实，在2023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记者有在报纸上报道说，那预计是113年四月前就拆除了，公务局又给一笔经费了。那在九月份，我们将来进行招标，可是一切都延宕了。为什么延宕？因为你看嘛，我有提案嘛，113年四月九号，新光区公所，然后千凤府城核准，就是核准了。那为什么这一件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民政局长讲一下？这部分一直用这个方式安尼吼，说实在的，我会请，我们会加强宣导啊。伊个片方面做啥哦？也当时民朋友宣导一下嘛。你新化人拢唔知，卖讲新化人唔知，阮民意代表就甲咱外山区内底啦，过半数的议员拢唔知啦。啊，这个部分你拢安尼处理吗？你要变更设计，你不是要去告知吗？你没有尽到告知的责任，结果就偷偷摸摸的进行，然后签到市长签成的地方说明会，地方民意代表也都没有通知，没有人知道，结果打乱了所有的一切。然后公务局，我问他说，他们就代办啊，规划设计他们就代办啊，他们其实也是遵照你们上面的意思的。那所以到底是谁的意思？是被逼的吗？我那这不是这，因为吼，要去活动中心是就是地方，就是故宫所演不起啦。啊，那这部他有没有沟通？这部我来含古雕这些，我该了解这到底是。我没有听到他们跟我们讲要沟通这件事情，全部都是由一个人一手包办，然后就说那是里长需要。里长真的需要吗？他们办活动不是跟其他的里一样吗？哦，重大节日端午、重阳、中秋，然后冬至，那还有什么不一样？那你说的，你一定要在活动中心，你的原因是什么？你讲真正有咧办活动，还是讲你办活动中心只是为着猫咪以后咱搁牵扯到政治、猫咪选票的关系，你袂当有一个场所，会当互恁伫遐咧聚集，会当伫遐做集会所。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不要因为盖而盖。所以局长，我生活发生这个问题，大家拢不知影为什么有活动中心。当初是咱讲，咱去地地吼，要去咱的卫福园区，咱的卫生所，咱卫福园区，咱的那个托育中心，我们的日照中心。可是到最后，居然有一个活动中心，而且我们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了，到底是在布防谁？到底是在为了谁而铺路？这个部分，你看我们社会进来，我也都想袂开呢。我做一个民意代表，我第一个人，又搁是人甲我讲，遐当时要去活动中心，我唔知。伫个顶会结上，我问公务局，你们规划设计到什么时候？他跟我讲说，要到今年年底才有办法完成。我说为什么？他就说，然后就有活动中心。啊，上一次我也问你，你说，那就因为里长需要，里长需要。里长真的需要吗？是里长需要还是里民需要？所以这个部分你到底审慎评估过，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因为你看到讲，这规栋的社福大楼，你用用插入一个活动中心，打乱了所有的一切。外地人应该爱听呢，外地人应该爱去动工啊，爱去实行啊呢。到我到今啊，然后我昨嘛是一天，我才问教务叫我讲，到底什么时阵会当规划好？他说有啦，他就已经进入西部设计。然后明年大概明年一月初，他才有办法设计完成。我还在陪你车，啊，是要拖多久？这个部分，你这个点，我觉得你应该还是你自己你不办。无啦，伊这部分当然这是因为政府当前这是你阿多有讲过，讲是社会大楼嘛，啊，这就是办公迄个叫叫计划包嘛。啊，这部分就是讲你讲的阿多讲空间的部分。即目前都办甲无局长，嘛有含伊讨论过，就是讲那个建市名称是讲吼，属于公共生活区第二联合活动中心。其实公共建设就是公共使用啊，那个这名称是挂遐尔，但是以后我等下，我等下，我搁康明讲，我等下康明讲。我有提案哦，就是我们要撤除那个活动中心的部分。然后其实也有过半数的那个议员去帮我做一个联署的一个动作，大家都觉得那边为什么要开活动中心就很纳闷。
我说、啊、那就同一个理呀、啊。他们也觉得那就亲子幼儿馆比较好嘛、啊，因为整栋大楼托婴中心、亲子幼儿馆、日照、卫生所一整栋不是很一整体嘛？那为什么你们还要我有提案哦？而且内底够很哇，双窟内底议员不一定年纪大，那李文准议员，包括我们的议长邱丽丽议长，也都帮我做提案的。他们也都觉得说要审慎评估啊，可是你们还是一样啊。在审查议案的时候，局长你有其他讲，先去，咱先去再讲，名声无重要，先去再讲。是啊，我讲，我迄个议员的要求一点就是讲，第一点就是讲，因为咱卖讲这个影响到迄个高教伊遐的事故规划啊，都含迄个依法包括这个规定。对啦，你今仔日我讲卖影响到当初是，你要查我们东西你来的时候，你刚好刚刚讲这个会延宕下去，你们也没有想到啊。那我一个案例啊，北区大和里的活动中心啊。他也是已经跟揭牌开幕了、哦、可是因为他就是建筑种类的不对，导致我们的社会局、消防局、啊、其他的督发局要去做不断的那个变更啊，是说审查去做变化。啊，这个部分，那也是流行化呢。你看是过这个问题。我这，你讲这部分，我那干部局也得那个做过啊，那不会不会影响？因为嘛，那你请教公务局长，可以请回答一下吗？始造跟建造，如果他们申请下去，你如果 不用原始的名称的话，你种类类图不一样，你可以盖亲子悠游馆吗？还是说任何的单位下去建筑，这样子不影响吗？你们消防法会不影响吗？你们的都审不影响吗？我大概跟你说，包括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大概就整个大概的一个设计，其实因为相关单位给我们的其实还没有确定到底它的用途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其实会把两个 的类别其实都把它考虑进去。哇，你有考虑进去吗？我们是现在朝这样的方向。活动中心它的建筑规格是比较基本，那你说的亲子游馆跟托婴中心，它的安全规格系数是比较高的，因为其实不管，因为现在主要的问题，刚刚就讲一个，它是所谓的活动中心，活动中心不管你是在一楼或是在三楼，其实包括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卫生局要用的东西，跟社会局要用的东西，其实都还是在这一个一楼、二楼、三楼里面都有。所以说相关的一个设计的考量，因为没有很确定，所以说我们是整个东西在设计上。是嘛？所以局长你很清楚，当初原本说没有活动中心，现在活动中心原本要在四楼，四楼现在我又搞不清楚状况，又问了没有人要告诉我，后来我直接开了一场。说明会办在新化区公所，约了各局处，然后也约了当初想要争取的里长跟某民代到了现场去，我还开直播，我才知道说哇，原来你们这样子搞，哇，那你细老现在都变到一老，一老现在都变来三老，该来该去，所以才会延宕，对不对，局长？在设计里面，本来就是他在考虑的要，当然是会时程会有些延迟，当然时程会延迟，因为人家就不断的在变化，你们就不断的要去做修改呀、啊。如果没有延宕的话，如果没有中间插进来活动中心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很顺利的就去盖下去了？是这样没错吗？按照其程是这样没错吗？好，谢谢局长，请坐。那所以民政局长，你看公务局长他是这样子回答的啦、啊，安尼啦。你来看，原地讲要起二四楼，原地无活动中心，来了讲要四楼拆一个活动中心，现在要讲要起伫一楼，我讲一楼，啥要起伫一楼？我啥物代志我唔知好啦，我回去来召开一个类似说明会、公听会安尼。全部我嘛叫拢我选区的议员啊，拢来啊，啊各个处拢来啊，嘛在讨论啊。我嘛想讲是只是伫遐讲啊要起活动中心，伊再无想着讲伊活动中心起了整个公司烟道。更何况活动中心是可以让全部的新化人进去使用吗？如果以大方向来讲，确实是可以让新化人共同使用。可是如果让亲子幼儿馆盖下去的话，你旁边又是日照中心，下面就是多元中心，下面又是卫生所谓服务园区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比较一整体性？可是亲子幼儿馆它不只只有我们新化人、全新化人的家长、阿公阿嬷可以带孙子去玩。你包括我们邻近的山区的六姐吼、三兄的吼，啊，做电影片拢会当传出啦。因为阮要户籍啊，阮要税款处啊，咱若来办代志的时候，阮有生活婚姻啊，咱若来生活的时阵，会当来阮亲子幼儿园，会当暂时甲囡仔吼放伫遐，互伊去佚佗，而且也让他去做一个学习啊。我觉得这样子规划是会比较完整，对阮生活人来讲，是不是？所以我才多家己用报道过，讲公共设施就是用甲
迄个上好的、上好的效应、上好的效果需要嘛。所以说，就是讲，就当作是讲，迄个业务条件有甲你报过的部分，就是讲，伊的空间的部分，就是咱进步就，你像讲你讲安尼吼，我唔蛮尊重你。就是讲，他袂贵，他袂贵，先去了后，去好了，伊就变到贵的时阵，那时候。安尼你请坐，我好紧张。就请问在同州市，我们的老人文康活动中心，就是因为时空背景的不一样，导致于它的名称，然后去局限住了使用人的范围。那后来我在上一次总咨询的时候，市长也听到我们里面的声音，那我也跟市长请都是那个名字可以去做一个改变，叫做新化老人斜杠综合文康活动中心社会局。您拢阿未听解，你是其他公司明仔载袂记。我会改吗？无，这，我咧做个朋友，无时间，这我唔怕想要改啊。无时间能改？唔是唔是。那你没有改，民众还是一样说，哎、欸，就跟他爱满65岁，我满65岁，我袂当这边。而且经过我跟那个新化区公所社会科协调之后，啊，老人福利协进会他们协调之后，他们也愿意把2楼的空间释放出来，所以现在是可以让民众去租借使用的。那多了一个活动的空间，让你来使用，这样是不是更多元？你那个牌子赶快去改一改啊，不然你大家都还是局限在那个老人，我老早会在那边，很多人看到那个就不敢进去啊。我觉得自入性的，其他老公，哎，那些老人在那边比呀，哎呀，你早时间去改一下。这还跟他改吗？哎呀，活动中心固然重要，可是有必要碰到两个走步行的空间吗？就如同刚才我所讲的。我爸我走公车，距离这样子，我们步行大概8分钟，开车大概1分钟的时间，从这一边走到那边，两个活动中心，真的有必要从步行吗？那使用率高吗？那所以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联合活动中心里面，它其实基本上，2楼、3楼有在租借人家使用台语课程，那还有一些手作课程啊，那我们楼下可能就会开放，平常没有租借出去的时候，就开放民众去打球做使用。2楼有一个在唱歌的地方，那现在唱歌的地方因为电费要涨了嘛，所以民众唱歌他就会觉得，你按电梯给我啊，给花个底自己掏腰包付钱，可是呢就有一个问题来了哦，那你又要缩减时间，花个底费两千，你要缩减时间，第一个活动中心的功能性你其实就说限缩了，那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在那边唱歌，你的隔音设备没有做好，导致他在那边民众在那边唱歌的时候被附近的居民去做检举，那到底活动中心的功能性到底为何？民政局长麻烦再解释一下，我实在不懂的，活动中心可以唱歌，可是你现在叫他不要唱歌，到底要怎么办？以前吼，因为没有切割的空间，老公爷有哪会用好势啦？虽然讲讲迄个切割偏割啦，他切割很难搞。啊，所以这个歌呢，我会请机构所进来，要有那个卡拉 OK 的那个设备，有设施的，你设施有哪会用好势？你莫讲遐切割，啊，影响到其他的规个伊哩活动中心切割，唔是安尼遐尔啦。啊，无人讲，啊，你这切割都差不多几分钟，拢有听着。啊，关系也没有可做，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加强他们的，像你头段提及的这个部分，既然在我会请那个李总这边，所以李总没有说到嘛，因为他的隔音设备没有做好，没有做完善，在还没有做完善之前，你就设了一个视听的那个歌唱的设备在那边，那所以你等于说你又在犯罪嘛，我听唱歌，我有点低，我差，那倒不如是不是首先先归位为好，那回归一点的话。你说的活动东西先盖，那你里面的东西你都没有规划好，你先盖。我来，你想讲你迄个联合活动中心在无是，切块是贵啊，那个迄个卡拉 OK 在无嘛。啊，第一点就是讲，当时啊为其他活动中心嘛讲，切块是有那爱是分分时段啦。对啦。啊来，你要先，你要有联合设施进行，你该客户讲咱后壁会去拄着问题，这个才是完善的一个规划嘛。啊，所以我都说从小地方做大格局。嘿，细行的细节虽然无重要，但是对人来讲有上影响。伊感觉讲，我良心是咧装笑的。我入去唱歌，我叫隔壁叫我盲唱，我阿去打工。对啊，所有贵人嘛有听到。对，那其实也很奇怪呀。哎呀，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一样，活动中心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我们要先去做一个解决。你要盖才来盖，你如果不审慎的去思考的话，你盖了活动中心还是一样，也是很多问题，包括你后续的维修费用，那包括你后面的租借使用办法，你看现在嘛，我全部一套的执行的方式下去处理嘛。你的活动中心的管理有一个管理，一个
的办法咧是有的啦吼。像类似像这种，你想讲有连搁增加一个高楼这类部分，是不是会造成噪音或者造成其他人的影响的部分？我以个案来了解。啊，类似像这种，如果说会影响到他人的部分，这部分高楼这类部分，原则上就不开放。好，今天局长你跟各区公所去做一个讨论，就跟他们说明了。你哪位有什么设施，你阿弟啊一定爱做完善的迄落的配套措施啊。当天中去啊，我要交钱，我讲电费真高，我交钱，啊，现在佫打工，我限定时间上，现在佫打工，我伤差。啊，好像你讲啊，伊叫你点，你讲你点嘛无法当，伊讲啊，我同同事都唔唱歌，啊，我甲讲伊嘛袂听。对不对？所以这个造成大家彼此之间的无所适从了。这个局长，你再麻烦了解一下，谢谢局长指导。那因为我一直极力哈争取说，因为我们的我们的卫福大楼那一栋一定要有亲子游泳馆，为什么呢？我亲自去走访了几间亲子游泳馆，这个是在我们善化区的。那它其实是在108年就启用哦，它坪数也不多，69.5坪。那它其实里面是走步云峰，所以它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很多小型赛车场，还有一些市集，那可以小朋友经由露营的方式下去体验一下说，说不同的生活的模式跟方式。它是有69.5坪哦，然后接下来我再去了新市亲子游泳馆，那它这边也是一样，它这边是从102年就开始启用了。那它其实它的前身它很特别，它前身是在那个社教馆，它是那个新市的社教馆。啊，它原本早期它那一栋建筑物，它楼下是让幼儿园哈，以后幼儿园对书用，可是因为建筑法规哈，它的那个不符合，所以它才就又把幼儿园移到别的地方去，后来改成亲子游泳馆。它这个场馆的它的那个主题是体适能的那个场馆，它其实腹地够大，有100多坪，所以有法可以让囡仔啊放电啊，然后就跑来跑去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场地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是阿公还是爸爸妈妈的，百货公司里面都有一些要付费进去玩的游乐设施，动辄250以上、300以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又是免费的，其实我觉得对现在又少子化，爸爸妈妈无法度带囡仔出去佚佗，阿公阿妈嘛唔知要带囡仔去佗，有时公园，阿公园像你讲的，很多大人小孩，然后还有狗去那边，哎，有时候小朋友他其实也会害怕，也会怕就是脏乱什么之类的，就是被蚊子叮。那如果有一个室内的亲子游泳馆，我觉得那个是对家长们是一大的福音啊。那这一栋就比较近了，就是在我们隔壁，一会走过去就到了。安平亲子游泳馆，它这边是1楼，是0到3岁的，它里面的主题性它也很强，然后所以基本上它也是我们台南市第一家的亲子游泳馆啊。然后这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他已经是姐姐了，他的妈妈从还没生他在大肚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们这一间了，因为我们好像从101年就开始有这一间亲子游泳馆。他就是姐姐，然后他妈妈已经生了第二个妹妹了，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等于说姐姐可以去那边玩，然后妈妈也可以带着背着小朋友一起去到那个地方玩，所以也是减轻家长们带小朋友的一些负担啊。那像这种，它里面别墅也不高啊，79.2坪，那其实基本上从早上玩一玩，然后中午出去吃个饭，再进来就可以在那边待一整天的，然后又有冷气可以吹，然后又是室内的，又安全。我觉得这种场馆，大家觉得不好吗？干嘛让它当头？无吗？无人养秀嘛？是拍谁养秀？不然就是它的3、4楼，同一栋它的3、4楼，它的年龄层就比较广泛，它是12岁以下可以进去玩。社长，据说你也有去那边开箱过。对，所以你觉得那边很棒啊，而且他那边非常棒的就是说，他每一季都有不同的主题。那所以在不同的主题之下，我也觉得我们社会觉得用心，而且他里面哦，他是有一项是他可以不用买玩具，他可以玩具交换。所以说我今天喜欢的玩具，我去那边拿，可是我可以这边拿，然后别的地方还，假地抵还。所以这个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对家长来讲，都是一个祈福一个好观念啊。然后也是爱惜玩具，还有跟愿意分享的一个从中去学习的。那像这种可以寓教于乐的场馆，大家觉得不好吗？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其实亲子游泳馆那边也有很多家长哦，他可以去天天那边去报道。我真的有遇到，因为亲子游泳馆，我走访了很多亲子游泳馆，我询问他们那边的馆长、那边的主任，然后他们就说，
真的啊，有些家长还很好心，愿意当志工，他们里面有些免费的手作，有些家长愿意当志工，而且可以培养小朋友在那当小小志工，就去教人家好那发东西。所以我觉得这边可以是寻找育儿真正的好地方。我们不只可以把一些手册放在我们的卫生所还是学校，这位学长，我们也可以帮导游手册放在亲子游馆。我那一次去，他们还不知道有这一本。对，我们会再放过去。对对对，像这个东西，好的政策，好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带一些学长出去。那我们拿到公安起进户国内做代金，我是觉得很可惜啊。那像这个部分的话，局长，你再去了解一下亲子游泳馆哈，我们可以示范我们的那个早疗手册的地方，我们一定去把它那边做宣传。是，那边也会有很多家长会愿意替你宣传的。我自从早疗手册这一本由社会局这边把它催生出来之后，很多家长很多回应跟我讲说，太棒了，有这本书，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该怎么做了，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小朋友的状况，而且重点是里面还有一些预约诊所。特约诊所，还有一些、他们以前不知道的，不知道窗口是哪边的，里面都写得很完整，所以这一点真的是要感谢社会局。我们立刻去处理。谢谢，谢谢局长。转回来看，活动中心盖下去，市长，你有没有想过人员出入的单纯性？出入的单纯性啊，我走访了这么多间亲子游泳馆，它里面很严格哦。你如果不是家长，你如果没有带小朋友进去，它是不给进去的哦。你进去，你一定要写上你的姓名跟那个你的基本资料，它才会放行让你进去。而且人员是有管控的哦，包括我们进去要拍，我们还要征求他们的同意。如果里面有人，我们是不能够拍，也要征求在场人员的同意。所以，市长，如果托婴中心他有登记的家长，就是身上自立生活登记的人员，因为他有隐私权，卫生局出入的人是看病需求的民众、最照的长辈，但活动中心人员当然没有办法去控管，他不像以前COVID-19的疫情期间，他需要做实名制。那如果这样的话，小朋友送过来我们二楼托婴中心，这样是安全吗？跟议员报告，过去到现在我们几百个。这个活动中心，礼活动中心也好，社区活动中心也好，因为要活化它，也好多个都有经有这所谓关怀中心啊、日照啦、或是托育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多元化。所以您刚刚提到的那个部分，在其他的这个活动中心里面，也都已经体现了过人员的管控以及安全性的要求。当然你现在特别注意到这部分，因为有时候有些日照是在二楼，有些托育中心、托婴中心是在二楼或三楼，因为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电梯来管制。那您现在提到的那个旧的火菜市场里面的，它电梯只有一个，楼梯也只有一个。对，要变成那个卫生，包括卫生或社福大楼，卫生所可能要搬到那边去。可能像卫生所来讲，因为它很民众做一些，不管是看诊，或是接种疫苗，或是母亲带孩子来打疫苗这类的，其实它都也可以放在一楼会比较好。那我刚刚聆听了你刚刚的咨询，其实你的担心也是对的，就是说我们到底一个里里面要设多少活动中心，或者这个活动中心这个部分，因为有一些各地的意见，我也不会只专注于所谓别人某个议员的这个意见，所以才会有说有人说要几楼几楼几楼。那现在既然大家如果社区的意见慢慢归于单一，那我们就把它这个盖好啊，盖好之后要这个在盖的过程，因为盖也要两三年，盖的过程中大家把意见整合好，那将来就朝那个方向去做。刚刚公务局也回答你，他会有用最高规格的方式来安全性 的部分来处理，不会用最低标的这个部分。那如果您很在意，就其实不是您很在意，很多人很在意的，就是说现在既然预算书里面写好了是这个已经写了科目是说比活动中心，我们还是可以再做更改。是，谢谢市长的说明，市长你请坐。刚才市长说明的很清楚，可是策划费的大增以及社会局卫生局的安全规格是要最高规格，这个我们知道。刚才公务局也说你们要最高的规格下去做设计，对不对？那预算呢？现在问题又回归了，预算呢？预算该怎么办？你们预算只编这样子而已啊，对不对？那原本你们是以一坪成本是18万下去做那个设计，对不对？那现在有达到18万吗？还是再降下来了？
这个其实根据这个报告，其实工程里面发包，其实尤其在我们公务局在发包的一切的工程里面，其实我们都有保后过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毕竟很多东西其实工程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或很多我预计不到的因素，所以说我在预算这边的话我都会用一个后过的方式，那所以说后过只要我相关的机会有找到，其实我后过同样的话它可以继续做一个处理，这个部分倒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南区的陈南米我刚过去流标十次，他还是要做交预算的，这个要怎么解释？因为他本来二楼他要加一楼就变三楼。对啊，所以他我们是规划二楼，他后来议员要求要加三楼。对嘛？所以市长，这就是我所说的，变来变去，不见得是对地方有利啊，变成说让整个工程、整个设施做延宕了、啊。所以在还没有盖好之前，我们来做最严格、最审慎的评估，好、哦，最严格的来规划，是不是未来我们就不用再追加预算了，就不用再改来改去了，就不用再变更设计了？真的，我跟你有同感。如果我在当市长的第一年、第二年。多盖几个活动中心，那个时候一坪大概是14万、15万，都不用到现在变成18万、19万。市长，我知道，我也肯定你很节省我们的预算，也对我们市预算非常的能够花在刀口上，所以我才会把这个提出来讲。万一这个情况发生在我们新化这个卫福园区这边，那未来你说的2年、3年后，那市长可能2年后你任期到了，那下一届市长是不是还要多一笔预算？那出来。再来填补我们之前没有规划完整的部分，那我相信这个人家也不会承认说是他的疏失，人家会说哇，那天几天的起又来半天，我觉得这样子对市长也不公平啦，因为你都欠的呀，你天然气都是无声的呀，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强调说，把所有的规划都完整的去规划，在第一次的时候都做好，对 对, 对，在第一次都做好，那你如果没有做好，你后续你要衍生的问题其实很多也很麻烦啊。那像我在那个。上9月10号的时候，你们社会局有回复我，因为我也是请社会局大力的去争取这个地方，因为是新空间嘛，那去争取亲子游乐馆。那你们回复我说，活动中心已经在设计了 ，OK， 这个是可以争取的。然后第二个，上需托育量的，我们现在不是要把原本的托育中心把它排除，我们现在是要用新的空间下去做争取，所以基本上是不冲突的。那你说的临近区域已经有场域，那临近区域已经有场域，这一点我又更觉得很疑问啦。因为你看哦，中西区它旁边就有一个安南区嘛，它距离也不到5公里，然后安平区它是2到3公里，然后要新盖的北区大合里也在附近啊，1到2公里。那等于说我们新化附近就只有我们的新市有亲子游泳馆，归仁有亲子游泳馆，我们新化到其实新化到归仁都还要超过5公里。那你刚才这个临近区域已经有场域，所以这个回复我比较不能够认同。局长，请你说明一下，是我们新化人比较不重要，我们的家长比较不重要，我们的小朋友比较不重要，因为我们的出生率没有别人的高，所以就把它开始掉，是吗？也是，也没有了，因为出生率那几个区其实是也还好。很坦白，对，出生率其实现在大家知道出生率不止你，我们刚才说那几个区出生率不好了，其实整个大半个全台湾都是出生率不好了。那你说的那这样临近场域不能够再增设，所以这一点应该不是你的意思吧？应该是你们底下的人员没有经过查证做一个回复吧？就想说笼统的回复议员哪不知呀？也不知道我其中追根到底打过砂锅还问砂锅在哪里的人，是不是？也不是，也不是。对呀、啊，那像我们中西区这个检察局，它也可以结合亲子游乐馆跟托育中心，像活动中心。你说的托育量能跟临近场域，然后不得再盖我们的那个亲子游乐馆。可是哦，这边啊，多功能这边，它其实中西区这边亲子游乐馆跟托育中心，他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对啊，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也一嘴猪撩啊，哎呀，因为我很坚持，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吼、哦、跟家长其实现在很可怜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啊。那如果有一个免费的，就是因为知道你们社会局做了很多很棒的亲子游乐馆，所以我也想到新化有一个亲子游乐馆，一个新的空间有亲子游乐馆，能够让小朋友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一起来的亲子游乐馆。那还有另外一个安南区，应该是早上蔡立青议员有提到
安南区的那个复合型托育资源中心，它也是亲子游玩加托育中心啊，两者结合啊，当初是什么样的概念，让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去做结合？哦，这是110年、109年的时候，也是在市长的政策之下，因为要做亲子共融，所以产生这一个亲子的一个幼幼馆加托育中心两个合并，从小到大都会在那边。那所以局长有没有机会啊，在我们新化这个新的空间上面争取亲子幼儿的场地？刚民政局跟公务局也讲说，那空间还是可以做。已经那是上口音了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金三角都有同意就对了。未来这个几率是高的，是不是？有机会，有机会，因为公务局长讲用最高安全的规格下去做，下去做那个设计。刚刚为了避免两个局处拖来拖，推来推去，要市长。现在是三个局处在推。市长回答你最快的。好，谢谢市长。那个直接的说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是以卫生所为主，是，因为卫生所它是公务机关，它需要卫生所的条件满足了，我们再来增加这个服务的技能，所以用加法。啊，这个服务的技能，你刚刚提到了说，如果地方对于里活动中心，它比较跟亲子幼儿馆比较起来的话，它比较喜欢提亲子幼儿馆，我们就保留那个空间，用亲子幼儿馆的那个各项建筑条件来做规划。啊，将来如果哪一天他们觉得说这个亲子幼儿馆它要变的，还是可以，因为亲子幼儿馆是最安全规格，对，最严格的，也是最严格的。啊，所以说我们将来如果说卫生所的这个条件满足了，公务机关的基本服务功能的条件满足了，我们来朝向这个，先用个三层楼，至少三层，我们可以朝向亲子幼儿馆的方向来建设。你刚刚提到最小的面积的65坪就可以满足，对。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局长，我们市长这边也有做一个裁示，就是未来我们一样，公务局这边用最高的系数，用消防最高的审核检定，然后去规划这整体的空间。那民政局长也说，未来也是可以把空间释放出来给社会局，对不对？没有问题，因为我刚才有跟你报告，公共设施就是公共使用嘛。是。啊，不是讲我民政局一定就爱讲公所以不会因为民政锁死了，然后之后经费总类用途不一样，就不能做变更。不，变更可以，可是很麻烦。其实哦，就是以往买过过来，那建筑物起起了，后头要做啥，拢内底个师傅还有个迄个个设计。是啊，师傅。你们10月12日才进入西部设计，对不对？对啦，对啦。对，而且这个部分的话，今天市场有承诺，所以未来我们是有机会亲子游馆进驻在里面的。对对对。OK， 谢谢局长，各局请坐。所以这个刚才已经回复过了，就是说亲子游馆加托育中心是托育场所最佳的组合，所以民政局愿意释出空间，公共空间是大家的一起的，那社会局也愿意，有那个意愿要争取在新化这边来设置。好，谢谢。然后那经费呢，经费其实很多，我遇到很多问题，询问到很多局处说，那如果经费我要怎么样去争取呢？那其实我大概就是抓出了几个来，第一个就是政府的自由预算嘛，自己编，社会局自己编嘛。那第二个就是公益彩券基金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五期前瞻计划的申请。我知道这一笔计划前瞻计划其实是可以申请亲子游馆的补助，可是因为中央现在还卡预算，所以这是很糟糕的事情。那前面那两项的部分，局长这边有没有把握可以争取得到？你们再编进去，逐年编列也没关系啊。我说不定再可以公益彩券那边可以来编列这样子，来争取公益彩券。可以吗？所以因为一切的那个我们的建筑物都还没有一定的那个成型，所以我们知道西部到底要规划什么东西，包括防火墙啊、盖板啊什么东西，我都还没有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先用最高的安全系数下去做一个规划，到后续经费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花的少一点，就可以把预算用公益彩券的基金，还有市府自有的预算下去做编列，而且是太合。啊，对咱市井的务生嘛，他能够去做一个把关，钱要花在刀口上，其实我讲那个心情哦，那是在练得正哦。所以到最后，阿公阿妈带着孙子去亲子悠悠馆，那也就是刚才我们哪一位局长讲的啊，社会局长讲的亲盈共融。我们现在很多公园都是亲盈共融啊，旁边是阿公阿妈的运动设施，那另外一边是我们小朋友的运动设施，所以这个环境打造起来是阿公阿妈耍耍大体。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环境、啊、那当然不只是户外的公园要有这样子的环境，我们室内希望没有亲子游馆，我们也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因为研究报告、大家都知道，
老人哦，就是宠物跟小孩，其实是可以带给长辈长者心情愉悦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催化剂。这个社会局长，你应该比我还了解吧？对，那所以社会局长也要谢谢你，然后有想到我们新化这一块。那今天哇，也借由你这样子跟我做一个保证，那我们知道新化其实也有管是有希望的。好，谢谢局长。好了，谢谢局长，请坐。明天局长，预算书刚才想得到，你们要怎么改？我要怎么来提？怎么改？还是说我直接就是预算直接卡掉，然后重新来，然后你们再改？那哪里啊？那应该叫那个高教那个。对呀、啊，所以啊，我今天好要跟那个台里讲话当中是，你要去我的农村，行李袋如果搞不够低，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讲？一个行政你要去做公开啊，你不能够做一个内部的自己哦私聊，你改你去做规规，而且预算书的名称，刚才市长也说可以改，对不对？可以，那是没问题。啊，其实哦，别有什么需要，就是讲这个编制的第二年的活动中心，啊，这嘛。变这年轻的，都先为民警局遐变是，而且因为新兴店角、缩小的其实你们的使用的类图，使用的用途类别，你们不要给我用活动中心啊。没啦，应该包含亲子游乐馆啊。啊，别到时你跟我消耗的部分啊，啊，搁其他部分都要改呢。这个，迄个干部叫伊变听吼，这个是一个，比如讲扩大业务范围，包括较大，所以伊袂讲啊，一定要做迄、那个。活动中心的迄个设计，迄部分袂安尼啦，所以阿多市长嘛有甲你回应，就是讲做部分公共设施，迄个用较好的设备，迄个设计，阿多规划安尼啦。未来你们要申请那个建造的时候，我要看到使用图别里面有没有包含这些局长你讲的东西啊？这个我公举，我们到时候申请的时候，那个建造在申请的时候使用的图别哈，那个用途，这个包含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吗？不要只有我知道，我选区的议员都要知道。好，谢谢局长，谢谢局长。哎，对，公举局长，我要问你哦，那像你说的，我们以前是以18万来做一个成本，你说那个还有一些扩充的一些预算嘛？那如果现在18万没有处理吗？未来好像是说明年开始要增加我们碳权碳费的那个成本。其实我跟一度大概简单说明啊，不是多少钱，我们标的出去，其实要看说这个施工的场地有没有厂商认为说它是它可能比较近，或者是它相关的一个机具它是适合的，所以说可能某些厂商它可以17万就做了，但是某些厂商它需要19万做，但是17万的厂商它可能在现阶段它有很多的工作它不愿意去标，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要招标完才能够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决定。好，那局长讲的那么清楚，我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是价钱低，我也希望品质不要低，不要到时候没有冷气、没有盖板、没有什么东西，然后就像毛坯屋一样。这个是重点啊。这个我们他设计我出来的东西，看我的预算书上面有哪些的项目，我们就是按照这个东西去做一个验收。那真材实料的，就真材实料。当然是这样子啊。因为不要因为价钱少，然后去找一些厂商，你不可能那个预算跟那个底价都一并跟人家讲，不让阿里水修修没办法。没有，我们公安局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采购发包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严谨的。很严谨的哈。好，我相信你，相信你，谢谢局长。那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活动中心没有告知我们在地的人，导致于说，大家都不知道那边要盖什么东西。来，市长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当作我们台南市的一个首创啊。我们这个是我们在公开说明会其实是一个很我们在推行一个政策跟那个建设实行的一个必经的程序。那这些图案就是都代表我去参加各个公听会啊，那就是很多场啊。但是到现场会发现有一些现象，就是你看人都稀稀疏疏的，这是公听会大建设稀稀疏疏的，结果关闭平台的突来的人都固定长辈居多，你叫哪边代表去啊？跟咱叫厝的人去啊，工作去啊，拢比平常较济啊，啊无就是时段，反正这拢老人家，这么多老人家。我想说公听会大家年轻人其实他没想参与，平常他们都在上班，他们不可能因为这样子去参加公听会就请假，然后因为这样子会扣薪嘛。那如果说我们参加公听会都是要去现场签名，然后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因为其实公听会其实都有录音跟录影。如果有一个模式是公听会的模式是在同时间不同空间限定本人的话，这个方案好不好？就如同
线上直播，线上会议、啊、对，线上会议，可是它是实名制，我们都有报过税，手机报过税，对不对？啊，手机报过税，它其实用手机就可以去做一个认证的。那你认证的部分的话，你就是县本人，你才能够进去。线上公听会，对，线上公听会，你就是实名制，那也预防我们的网军还是骇客入侵，还是说带动上去扰乱我们整个大数据的收集民意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未来是不是我们台南市可以用线上直播跟网络实名制，加上线上公听会？线上会议通常有一个上限、啊。就是说，你如果几百个人的时候，他哎，你可以设定一个公告时间呐、啊，比如说，我们都有一个，谢谢余树清议员，今天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非常感谢黄伟哲市长、方秘书长、各局处所长的例席，也感谢新闻媒体好朋友的采访、本会同仁的出席，以及电视机前各位市民好朋友的收看，散会。